厚底鞋，像我现在今天穿的这一个也是，这一个洞洞鞋有没有？对，它今年就是好，对这个胶鞋洞洞鞋，其实这个胶鞋洞洞鞋在几年前我自己也是打死都不会穿的，就是到这一两年，因为这一个品牌它又跟了很多精品，联名，对，然后它又出了厚底的，因为我这个是厚底的鞋款，而且它的底刚好是有一点。 故意做一点球鞋，有点运动的。对，它又出了一点变形款，就是厚底的。然后它跟很多品牌联名之余，然后有很多潮人都穿了，所以它突然又变得超级流行。像这一个就是。 对，它真的很好看，对，这个就是，气垫感觉很舒服哎，对，它的球鞋款，然后有出很多颜色，嗯，对，然后还有像这个是，对，这个是户外，像就是户外的球鞋款，你看呢，对，要很好看，这个踩在泥巴里都感觉不出来，有踩在泥巴里，它无违和，跟刚刚丽文那一套衣服差不多，对，一样哎，流行的颜色，对，流行泥巴风，对，然后而且它的。 又轻，对不对，老师？对，很轻，非常轻，对，它真的超轻，对，它这个底啊，针对它这个户外，它有防滑的，对，防滑，然后还有这个带，好轻哦，有点凹豆，以前没有这么轻，对不对？它是不是现在？它其实对它都一直有改良，所以有出厚底，有轻的，有什么？对，所以现在真的是。 没有一双这个鞋，你真的就不是潮人，真的。你说这个鞋子也防滑哦，防滑，其实它都有，对啊，真的到户外，而且它轻到就是说，你把它丢到海里，它会漂浮，漂浮，它叫浮板，浮板，对，它好轻哦，对，而且它的价位很平价，所以真的每一个人都会去买很多双，然后去搭配它。好有趣哦，今年 Y2K 其实还有个重点就是，年轻人很喜欢把一些很ㄎㄧ的东西，很ㄎㄧ的字体语言，就直接穿在身上，对，而且有注音，还要上注音，要。 对，一定要上注意。然后像我这个就是，对它直接就是看起来好像是乱印的嘛，但是它其实是认真印的。对，它是认真印。对，我心仪大洋就是一个很可爱的一首歌，一首歌就是 oversize 的帽T，然后就是这样，就是印这种很ㄎㄧ的字体，然后再搭配像这个发夹，我这个身发夹有语言，上面有字啊，对，真的客家千金，客家千金破产甜心有没有？直接就把这种很ㄎㄧ的发夹，而且这客家千金那个之前那个茶经。 的那个女主角，还有特别哦，对，因为她就是在讲客家千金的故事，对，然后像这边也是这一个，好多种，它出超级多的，就是你可以随你自己的心情去选择你要的语言，它这个帽T也是对这个。 对，什么？好可爱，感情挽回专家。对，他都是有一些，对，然后这个品牌的这个特色，就跟我们这个有点像那什么周星驰，对，很像什么周星驰那种。对，没错，而且因为他这个字体，就是我们小时候那种印章，对，然后拍贴那种很复古的那种字体，那种什么少女人体什么的，对，他就是故意流行那个年代，就2000年代，他是真的都是有设计过，看。 很贴纸，看起来乱做，但是它是都是有在认真做的。真的，像它还有做，就是也是这是回收拉链，对，回收的拉链，对，好有趣哦，对，很酷，做成的背心，你看就你都没有想到说，哎，拉链也可以，对，那个回收拉链也可以拼接成一件背心，然后一样也是非常有个性，嗯，对，然后这个牌子也是在国外也是超级红，在那个伦敦的时装周也是都被票选为都是前几大热门的品牌，对，很厉害。 然后还有特别对，然后像它这个，它也是把它这个做成哇，这好像也是回收的哦，对，都是回收，全部都是回收胸罩，对，像这个你是可以穿一个白 T 在里面，你看它就是，以为是包包，以为是腰包，马甲，对，你看它都可以把这个裤头把它做成是肩带，然后还有这个。 这个是用回收的皮衣跟回收的拉链，对，哇，这个也超酷，对，它是拉链的头，对，拉链的头，它很多也是都全部都是拉链的头，对，它全部都是回收的，它再把它拼接成一个很酷的，也是，对，马甲跟皮衣，好厉害哦，是好几件皮衣回收皮拼接起来，对。 独一无二，对，非常的好看，好看耶，这个对，就是所以其实就是一般人可能会觉得好像回收很破烂或什么，但其实穿在身上就是超有个性，要第二个生命，对，第二对，其实真的是最重要是环保，第二个因为时尚现在真的都是太浪费。